Thank you.
不禁乏味，还乏和。我多。痛不痛现在？不疼。不疼啊？因为你旋转不疼啊。旋转时，反正是我记得旋转里头热，是吧？那种疼就不疼，就是我这。这还疼不疼？疼。疼着说啊。白小王，你弯转，你说的不疼不疼，坑就掉下来一大块。我说我去跟那玩意儿关久了，真就是啥？那那。疼啊！嗯，想疼疼。哎呦，给他修梯儿啊！还谁老乡给你一刀，又给我谁去？哎呀！哎呦，也疼。没辙。给他一刀啊，孙老师。嘘，别说话。那啥，姐吗？不是吧？都是老姐。姐。哟，咋还弄个手机周周搁这看着了啊？嘘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你拍视频，别客气。
这疼不疼？第二是不是疼啊？嗯。用不着，一般人又不穿。一般的吧，买个一般。啊，你买个一般的，你花个几十块买个几十双，然后它直接都中了，二三十块，然后买个十来双袜子，一天换一双，鞋你都准备两双，一天换一双，一天啊、哦、换着轮换着穿。你当然这一弄，你最好是买那个。五指袜，那五指袜也便宜。五指袜。对，五指袜，跟你的脚趾头、月月中间，它一弄都分开了。嗯。你跟戴什么呀？它中间它没有这个实质性接触，它就不会有给他说不给脚气真菌它的存活空间，然后它不就好了。想治脚气，简单。这边的姜子是不是摘些磨的了？嗯，这个最主要还是你这个走路方式。你都跟那有些人他罗雀腿，罗雀腿他是这两边长，你就是奶娃子他脚后跟长，这是跟你的走路方式它是息息相关的。那我这个姜子磨出来，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。它是时间长养成习惯，这个地它这个受力点儿比较重，然后它就长成这个茧子了。长茧子也是为了保护你这个脚，是不是？你摸起来老茧。你这走路应该会疼啊，你这个。嗯。你这过段时间你也得修，不修你这可疼。你都跟这样，
说这个热闹啊，你家的头路上天天头次的话，天天都拿东西。嗯。就是跟那热死的那话，这热闹。那正常。嗯。正常呀、啊。因为那头发我挺要自己剃的。嗯。
啥情况？鬼呀！发白。不仅发白，还发黑。我多少？痛不疼现在？不疼。不疼啊？用你旋转不疼吗？旋转时，反正是我记得旋转的时候绕时候，哪种疼都疼，这肉也这。这疼不疼？疼。疼着说啊。别小我你弯转，你说的不疼不疼，坑地掉下来一大块。空调遥控器跟那玩意儿关久了，真就是啥？好，那那。痛啊！嗯，小痛痛。哎呦，给他修蹄儿啊！还谁老想给你一刀就给我谁去？哎呀！哎呦，也疼。没辙。给他一刀啊，主要是。嘘，别说话。那啥，姐吗？不是吧？都是老姐。姐。哟，咱还弄个手机周周搁这看着了啊！嘘，别吭气，别吭气。你拍视频，别吭气。
这疼不疼？这是不是疼啊？嗯。Mm-hmm.